首先欢迎第一位。你有演过第五元素对不对？来，先转一圈。OK， 好，欢迎各位。对于这个身材有没有什么样意见？目前为止很正点哦，匀称，可以身材算是很均匀的，对，虽然个不高，算娇小。老师讲话，老师在讲话，你们喊口。你先，鼻音也蛮高的啦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好，请继续。他感觉蛮可爱的。对对对，对，感觉啦，因为他很直接嘛，对，然后身材这样子配上可爱，应该是蛮。而且如果说摄影角度厉害一点的话，就不会感觉很娇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只会感觉。而且现在流行这个肤色，不过他的腰身很漂亮，腰身，真的，这是他的特点，再说啊，再急着讲话，不真实啊！再来，下次流鼻血了，腰身撞烂。来转这边，好，有班姐，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无辜型的，所以如果他要弄出性感来的话，他应该是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。班姐，你现在是在怎么样的导演？不是，因为班姐他最近常在山里面山洞啊，一个在那边修炼，所以有很多魔的嘛，对，不断的侵入他的。我觉得是一种，这是一种。平衡，你知道吗？平衡，我看是物极必反吧。因为如果一个女生她长得很艳，其实她不要做太多，她就是性感。是。那如果一个女生她是无辜，你要有一点邪进来，才会有性感的味道出来。是。所以如果被欺负或是这样子的被虐待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就会是走日系的就对了，就强暴系列，捆很多项链、脚链这样子就对了。不是，不要，可不可以讲捆绑系列？你有没有太目的了？捆绑系列。哎，如果觉得是身材里。我一开始就看那个腰，她的腰线真的很美，很漂亮，就很好看。对，你自己身材，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自豪的腿是在腿啊，腿啊，腿还不错。Why？ 我告诉你，腿要看直不直哦，不是你想的。你转过来。看女生腿直不直，要从后面看，看这个这里会不会太鼓出来？对，稍微微开一点。哎，对，看这个会不会太鼓？这太鼓了就不叫直，很专业，很专业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会不会太鼓？会不会太鼓？有一点。怪关羽，打断。所以其实真的直不能这样，真的直。你看小玄那个，陈思璇那个腿。你就管容这个角度看，它就是真的很直，真的。你这个膝盖长肿瘤多久了？好，换腰，换腰，来不及了。来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。真是气一样了，今天好像早自习哦。你身材很好，为什么平常那么保守？这个要说到我小时候。你小时候怎么样？我小时候有个阴影，就是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我胸部就已经有一点突出。然后我就穿着内衣要走在路上去上学，然后就遇到一个中年男子，他就迎面这样经过之后，他就这样抓下去。小学？我小学六年级哦，走在路上这样。那你应该是很不止小突出咯，一点点突出而已。应该没有，应该在你那个年龄，小学六年级，如果长那样，已经算是突出了。对，然后他就抓完之后他就跑了，那我当下是吓到，然后就觉得说是因为我自己太突出，然后让别人注意到。所以你就掩饰，那时候有穿之后也穿那个内衣吗？内衣。你有一次穿比基尼，大家说你隆乳。因为我以前都是包紧紧，然后都穿那种运动型内衣，所以大家都看不出来。然后有次因为为了上节目，然后必须要穿那个比基尼，然后那时候朋友一看到就说：“你怎么可能这么大？不要骗了。”然后他就垫的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就说：“那你可以摸这样。”哦，真的吗？哎，你怎么可能大骗？刚刚不是，后面怎么不演呢？我们三个都觉得你是骗子。安乔摸，可以摸摸看。那我先不信他了。
先走秀来。哎，预备 ，music。哎，真他，要被嫌弃了是不是？不要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因为那个最近痔疮犯了，不太适合走秀。为什么你没有想要出个写真集之类的？因为我一直都对自己身材没有很有自信啊。对啊，我从小就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把那个阿北忘掉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以前真的都是遮掩的很好，所以我以前国中都被叫小奶，小奶妹，小奶真小奶这样，真小奶，真小奶，但是你一直在笑的。有眼不是泰山，所以就会让我对自己身一直觉得自己身材没有很好。那后来在朋友们看到你这样子，哦，有不这样？有惊叹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开始对自己比较有自信。现在呢？现在请帮我出写真集。OK。所以你在《名模出任务》里面的那些那个女孩子当中，你的算大吗？因为在模特里面这个算大，算大了，因为模特都希望不要太大，会破坏衣服的那个线条，是不是哈？哦，难怪你那边有一片天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那边还是有一些不错啊。他们那边都是 A 军团的 ，A 军团，哦，雨乔也在我们那里啊。雨乔是谁？陈雨乔啊。陈雨乔，他的嘛，又不是我。陈雨乔，陈雨乔，哦 ，Jenny，Jenny， 有好啊！你这样子就演，他就演了一出负心汉的。我们都是 Jenny 就知道了，你是很厉害啊，大师。这样子，如果说出写真集，你觉得他条件还需要补什么吗？还是说这样子其实可以？这个样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其实写真一般来讲不是只有身材而已，他其实现在写真要拍情绪也很重要，是要有主题的。对 对, 對，情绪很重要，不是说我今天身材很好就来出。是，对啊，身材很好，然后长这种脸，是洋派假发，所以可能就是写真集里面他有一连贯的情绪，或是好几种情绪在里面，那你要把他整个故事讲得很完整。虐待。那你是 model 的，那我们现在现场考你，好，你做两个表情，第一个是甜美的，第二个是性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对着我们正前方那一位，千万不要对一号机，因为他会流鼻血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甜美，哇，甜美，甜美，哇塞，对呀，啊，好甜美，好甜美，平常就很甜美了。来，性感，对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你跟我到后面来，有有有，得分，好开心。班姐有没有对她改观？我觉得她性感，还是你现在已经叫你的经纪人去找那个名模出任务的，直接上。对对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她性感是没有问题。其实她做的时候，其实她还是有那个无辜在。你还是希望她无辜被凌虐就对了。其实她做性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她会咬嘴唇。对对对，她会有一个痛觉在嘛，就感觉是被虐待，被虐待还是在。哦，就是要虐待就对了，才可以凸显她那个性感。真的很细，我好想。但是我们这有就是已经出版的写真集里面，有没有看过有被凌虐的系列？在台湾没有，快有快有快有，我要帮班杰出一个日本，班杰个人就躺冰床啊，这种系列的。OK， 台湾还是希望甜美加点性感，就康康你刚才讲的，他其实应该把甜美跟性感一起表现，对不对？直接一个一次来，好来，你不要把它分成两个段来，因为这样子是目前。最吸引人哦，是是是，预备，来一个甜美，练习一下好玩嘛，预备，甜美加甜美 ，Go， 哎呦，性感，啊，应该怎么样？这个时候呢，稍微很无辜，露一点点小小的。露一点小小的，一点那就会更有，那可是表情是有无辜的，对对对，要无辜哦，哎呦，好，继续继续继续，你是什么？有事好像家庭作业没写完。那怎么？你这个片名我有想到，老师原谅我。哎呀，我们开始，我们我陪你解发的，我一个编一个名字的啊。林姐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因为它很多元呢，又可以甜美，然后又可以性感，而且它整个肤色就是还蛮运动的，所以
我觉得还蛮撩人的。其实现在这个年代，这个肤色反而吃香，对，跟以前不一样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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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好吧，那就换比基尼吧。开玩笑哈、哦，希望赶快看到你有人这样子带您去出一个写真，对对对，好吧。但是如果有看到班杰的身影，快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